我就现在开始吧。为什么我说呢？产前产后一定要穿这个奥罗拉的裤子，真的很重要。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产后六个月才穿，其实都还有效果，因为我会觉得可能没有效果了。当时候的我，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那个腰酸背痛，然后颈肩是非常痛的，所以我其实当时候我都没有说要穿这个裤子呢是来减肥啊之类的，因为只是想要让那个痛快一点好。那也知道呢，一穿了过后呢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个月穿了，其实腰围呢都从30寸，其实产前也没有那么多啦，24而已。然后呢，产后呢就已经瘦不下来，因为自然生，然后我们的骨盆都会扩大，所以当时候呢我就很伤心，就是骨盆就无法缩小，不管你穿什么束缚带。然后呢，很多人你会看到，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啊，或者一些明星，你会看到，哎，为什么他们生完孩子过后，他们的骨盆还是他们身材收缩或者就是收束的非常快。然后可能我们会想到的东西就是你去无论啊，又或者你去就是推拿啊这样子，然后又或者你可以穿一些束缚带，然后买不同种类的，然后就让我们的骨盆缩小。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买了300多块的那个束缚带，然后是没什么效果，结果我的腰，我的就是体型还是30寸。然后呢，如果讲减重方面呢，就从最重64公斤，然后生完孩子过后就掉一个5公斤，然后直到51到53就不能够掉了。所以我之前产前的体重呢一直以来都是50公斤，所以呢我只是希望能够掉去50公斤，然后结果都很难。虽然我还在哺乳，这就是 breastfeeding， 到现在今天呢我也是还在 breastfeeding， 所以呢穿这个裤子真的帮了我很多。4月25号啦，我虽然是产后六个月穿，然后穿了2-3个小时，其实我自己本身我的就是我能够感觉到我的这个腰酸背痛。因为以前我12年前当护士的时候呢，在槟城是伤过的，然后过后也就是伤到现在差不多12年都不曾好过，然后每一天都要 apply counter pain 啊一些药膏，然后才可以好。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吃保健品，然后当时候也是希望可以能够帮我的就是颈肩酸痛能够变好，其实没有什么好到，反而我每一天晚上睡前呢，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叫我老公，一定要帮我敷那个药膏，我才能够睡着。所以呢，不然的就是很痛很痛，然后直到我宝宝差不多5-6个月时候，然后现在他已经10公斤多，所以我一定要就是他半夜有时会哭，还是他去洗澡，我一定要抱他起来，所以我每一天都在就是抱他拿上拿下的动作，然后就是导致我的颈肩就是越来越严重，是痛到不行，痛到呢 Lewis hi hello hello lady hello， 然后就是痛到不行啊，痛到就是我无法就是抱宝宝，然后我的手也会麻痹那一种，是真的是那时候 during 3月头 before MCO， 所以我真的那时候很痛苦，就我爸爸妈妈就从槟城下来就是看看我们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，你帮我照顾 baby， 那我就要去医院了，就是我要去 check， 因为以前12年前我 check 过，所以医生跟我讲过，如果再严重啊，你一定要倒回来就是看医生啊，然后要继续 physiotherapy 啊，聊过后也一定要就是去治疗啦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好。所以当时候我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，我真的痛到没有办法，然后妈妈也不给我去，就是因为有 virus 当时候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之下，我只能就是靠涂药膏咯这样子。直到4月头我接触奥罗拉 pen 过后呢，就是半信不疑这样子，就是在想到底要不要就是投资这一个 Aurora Pen for 我自己，因为
我看到他是不用就是服药，你也不用动手术，然后就看到很多 S 型的脊椎，其实我们外面我们有很多看到有这样子的人在外面走，这就是他的腰骨和就是脊椎很弯，就是他走路手是歪歪斜斜的，其实我们都看过这些人，只是当时候我只是觉得这种情况呢，除了你去医院看骨科，其实都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，所以就是我看了很多 testimonial 是亲眼看着的，所以我才投资的这一套的奥罗拉裤子，就是我身上这一套这一件，所以呢它是有一套两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如果你身上有这些问题，不管你是要就是改善你的骨盆让它缩小，产前产后多好，然后又或者你想改善像我这种颈肩酸痛腰酸背痛很严重了，又或者我也有轻微的一些那一个就是静脉曲张，你一定要24小时穿，所以那公司都很贴心，它都是一套就是有两件这样子的奥罗拉裤子，就是让你们每一天早晚都要穿，所以我自己本身穿了2到3个小时，其实很神奇，真的很神奇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连我老公他都不相信，因为我真的没有这样痛，然后隔一天哦，那一天开始的晚上我都不需要再涂抹药膏，直到今天为止差不多3个月了，我的颈肩酸痛完全没有问题，然后抱宝宝也没有问题，一问到他从当时候的7-8公斤直到现在已经10处了，所以呢也要接近11公斤，刚才我量差不多10.7，所以呢我都不会觉得是一个负担，就是因为真的这一件裤子真的帮到我，所以为什么我讲产前产后一定要穿，就是因为产前它能够帮助我们，就是别让我们那么有水肿啊，比如说脚会水肿，之前我怀孕的时候我会这样，然后又或者你会觉得大腿呀、内侧也是没有缝线的，因为你就是会有宝宝嘛，当然你会就是增加体重，所以那个没有办法，但是一定要穿，是因为我发现如果你生产过后你马上穿，你收腹的会更加快，这个是肯定的，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听我的话，就是24小时穿就会很有效果，所以呢就不多说，因为我自己本身穿到非常非常的好，虽然是产后穿都还有效果哦。你看我30寸变现在的25寸，去哪里找？因为怎样无论你花几千块买了什么束缚带都没有办法，其实不是说完全没办法，它会有，但是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完全帮我们收缩，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看到了，然后你会越穿越漂亮，这个是肯定，你会听到你的老公跟你讲，哎，这么你瘦了，哎你变苗条，这么你会变得那么漂亮什么之类的，但是最重要就是就是我自己本身我就是觉得很棒，就是因为自己看到那个效果，然后漂不漂亮是其次，最重要是健康，你就不用去多花一分钱在不必要的就是医院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当过护士，看过很多病人受苦，所以我自己知道，如果你没有买 insurance， 比如说你是没有不敢去医院去做这些治疗，而且很多治疗，比如说这种 physiotherapy 都是自己付费啦，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花了整千块，算10多年哦，应该超过我看，所以我 invest 了这一条裤子可以穿很久很久很久。来改善你的自己的腰酸病痛，然后什么痛都没，然后而且还会变瘦变漂亮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我觉得呢，这个是值得，非常值得投资的。所以呢，很开心，是因为帮助了我自己，也帮助我身边的人。我爸爸妈妈，如果你有看到我在 Facebook post 的我爸爸妈妈的见证呢，你就会看到我爸爸妈妈是一位老人家了，66到72岁吧，我爸爸妈妈都很老了，可是他们越穿就越好，而且健步如飞，最重点。所以这个奥拉裤子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有怎么需要，但是你会
可能看到你自己身边的朋友跟家人，其实他们比我们还要需要。如果你认为自己身边有家人真的很需要的话，欢迎来 PM 敲敲我，让我来去帮他们好不好。所以呢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就是神奇裤子，穿过的人一定会，他们都懂，真的很神奇。因为没有穿过的人会觉得，哎，有这么这样神奇吗？为什么哈？因为它就是有那个远红外线的存在，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，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高科技的裤子，所以你会看到呢它的那个神奇效果在那边，所以能够帮到很多人是件好事，所以就很开心。所以今天呢，就跟你们做一些简短的分享，为什么产前产后一定要穿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会分享更多不同的种类，为什么一定要穿这件裤子，为什么可以帮到那么多人，所以你们就会知道它的神奇所在。但是话不多说，如果你们自己本身